是不断攻击着大门，破旧的大门在他们的自爆声中颤抖。令英雄们沮丧的是，无头死神并不愚钝，
我是去见上帝了。找我爸来治疗。被强化了，快上！觉得没人能阻止我。枪手的子弹命中了目标，无头死神被消灭。别冒险了，喂。我来恢复一下。命中了目标，无头死神被消灭了。闹什么口味？我要治好你。我都会有这一天。战斗如火如荼，我是最强大的防守完全配合我的。我的奴不是不死的。我带回了这个世界。源源不断的怪物最终击垮了老兵，他倒下了。到。